子。这边这个探头是这样子装的，相对应的这个芯片对这个针，这样扣上去就好了。然后这个盖子，盖子这里有一点点，也是对应的这边，扣上去就好了。这边探头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孔哦，然后我们这个针要放进去，放进去进去之后，螺旋的一个，它是有。这样就 OK 了。嗯。那我们这边探头，单机的一个模式，这是它的一个波长，两秒、三秒、四秒、五秒，这是脉冲的，然后这是持续的，我们测试的时候调持续，然后能量调最高，顶时态开始。看一下啊。盖子打开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头一定是干燥哈，不能潮湿，不能涂任何产品。这个针头是这样的，它的一个调试是一样的，三秒、四秒、五秒、六秒，单机脉冲，这是持续。我们测试的时候一般都调持续的，点击。做能量做的时候调不用调太大。能量操作的时候从最低开始做起，不能调最高哈，这是我们测试调高。看一下啊。做的时候涂点麻膏哦，有点麻麻的感觉呢。对，这个会破皮的，这个。去皱去疤，效果挺好的。要接触皮肤才会有能量输出的啊！如果说你没有接触到的话，它是没有输出的。이30초씩하고끝나시나보지그래잘모르겠는데